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丽。我们昨天晚上又回到这个傣族园了，但是因为我们泡完温泉之后，差不多已经12点了，到这边已经快1点钟了，找了好几家酒店都没人。然后昨天晚上我们就5个人挤到了一个房车里面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早上起床的状态啊，看一下5个人睡在房车里是什么样的状态。好困啊，眼睛睁不开。哎呀妈呀，3个已经起来了，2个还在床上。我来洗，洗脸巾给你洗脸。现在是洗脸刷牙时间，有点拥挤的样子。我外甥说很想睡我的房车，他觉得就很舒服，每天都没有玩，然后房车可以睡，他没睡过，他想体验一下。昨晚让他体验了一下，怎么样？舒服吗？还是不舒服啊？再一次啊，你要找换房车。在一瞬间，我发现他这边舒服。那个衣服怎么了？我们到那边吃面去，哎不，杨丽，好，走吧，你起来吧，半夜吃。还大队人马进来。大喊到羊头。陈阳5块钱去买了一堆香蕉来喂大象。这么多，你去问一下，我给你拍照。不要吗？你不问一下？手伸了一下，够不到你的，还够不到你的。对呀，来走了，走。摸一摸。还够不到你的。哇，好饿，每天都吃那么多东西。我不行，他比你还着急呀！你要站那么高了。那到底你喂不喂呀？快，陈阳喂一个他。这有好多蚂蚁洞。差一点。他那个，碰到他鼻子了，都是鼻涕。把所有的喂完了，好了，走了。好了，拜拜。